相隔多远，你是我的姐妹。掌声欢迎小 S！ 哎呀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我跟工作人员讲说，不要给他麦克风。你看，没有麦克风还可以这样哎。哎，亲爱的，亲爱的，哎，亲爱的，有音乐吗？现在好了。在我心上用力的开一枪，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。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，我不挣扎，反正我好，今天呢我很开心，因为今天好像来了很多朋友，就是来到现场给我加油，这样我真的很谢谢。嗯，有一位很重要，我想说第一个介绍他，就带着我到美国去制作了很厉害的专辑，真的大开眼界，这样他今天有来我真的很开心。我要好好的介绍一下，因为刚刚有唱他写的两首歌，一夜情跟嗨嗨嗨，你们知道谁了吗？陶喆。Oh my god， 陶喆，好久不见。制作人，我这样唱还可以吗？谢谢谢谢。然后还有一位呢，听说我的演唱会他每一场都有来，最美丽最美丽的夏雨乔，谢谢你呀，漂亮。哦，旁边还有戴爱玲耶。接下来呢他自己呢也会在这边要演出啊，然后今天特别有空下来一起嗨啊，阿丽。刚才一直在跳舞，哎哎，舞蹈的部分没有再输啦。哎呦哎呦，我心已打烊，我心已打烊，爱你爱你。然后呢还有旁边这位呢，我就有一点害怕，有没有？所以又爱他又害怕，我不知道他等一下会怎么样。不过他今天来高雄，我真的非常开心。掌声欢迎小 S！ 哎呦！哎呀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你知道吗？我跟工作人员讲说，不要给他麦克风。你看，没有麦克风还可以这样哎。哎哎，亲爱的，亲爱的，哎，亲爱的，有音乐吗？现在好了。